新料的凯就是不一样，居然一路追着小鲁班打，差点就因为躲避凯的追击掉落峡谷。这个凯实在太难缠，打了半天愣是拿他没办法，大招还打空了一个。花架子。不错，也躲了凯的一个大招。太尴尬了，第二个大招又空了，还被凯反杀。星耀的对手确实不一般，时间快到，要想办法解决凯，不然就要判输了。好在凯不争气，很快就被小鲁班打败。红毛怪挺灵活的，争取和他打平手。最后几秒完成反杀，这局稳了。老套的机制，比赛结束。唐达比巨人更管用。